所以你调的那个颜色就跟我们上次上的调过，调最浅的颜色。那水不能太多。融化之后你看一下，如果是还不够淡，就可以再加一点水，因为它颜色要很淡，就是在最后面的花的颜色。第一个是这个，这个就是你的花瓣，就是稍微会转一下。上回，然后这个，一个上一个下，然后这个颜色又稍微多一点，所以可以沾一点，然后一点点就压一下，这个是最后面，然后浓墨就要沾。这两个就是这一片跟这一片压下去，因为这是这个中心，这种这也是小的，它不会每一片都是胖胖的，大片、中的，然后最小。那这也比较浅，这个比较深。第一笔就是大片的，你压下去以后就要深，然后长的你就往下压下去要拉，这样子，啊，下面的要压下去再往深拉，这样子，啊，浅对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要拿，我一定要拿浅。